笑脸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姑娘竟是认错的人，你是里边的人。我现在肯定，你绝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。你再往我身上扔这些破玩意儿，弄脏我的衣服，我就剁了你的手。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，我无力自保，无处可去。这一世间的纠结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。这东西呀，不但要命，还要心。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，生命就很可贵，更可怕。鬼神庙旧心，若杀不了你，他日他必杀我。 脚下是大，我准备镇回浩灵王姬。大荒内所有的氏族都发了请帖，邀请他们呢加浩灵大王姬的回归告急庆典。这一世间盼，就。 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。你是谁？你希望我是谁？我们的心在一起跳。好想真的在一起跳。 不如别当王姬了，反正我四处流浪去了。好呀，只要你放弃一切，我就跟你走。我们上映后就自己离开吧。我不知道是该跟房风背道别，还是跟相柳道别。今天来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为了救一位清水镇的旧事。